赛季西班牙国家德比终于落幕。皇马新晋足球先生莫德里奇神奇不在，他跟随皇马遭受了奇耻大辱。在国家德比那么重要的比赛中，皇马以1-5惨遭巴萨血洗。莫德里奇在比赛中毫无作为，堪称最有争议的足球先生。相比在意甲越混越好的 C 罗，莫德里奇竞争金球奖的优势已经越来越低。今年夏天对莫德里奇来是绝对是幸运的，他跟随皇马问鼎欧冠，帮助皇马取得了历史性欧冠三连冠，又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带领不是传统强队的克罗地亚队杀入了决赛。虽然没有拿到大力神杯，但是他也创造了克罗地亚历史最佳成绩，欧足联与 FIFA 都把年度最佳等荣誉纷纷砸在他身上，就连今年年底的金球奖也把他捧为打破梅罗垄断的热门人选。然而世界杯结束后的莫德里奇再也没有上赛季的神奇表现。在之前的国际比赛克罗地亚对阵西班牙队，当大家都以为是场势均力敌的比赛时，克罗地亚居然0-6惨败西班牙，全场莫德里奇才出37次传球30次。不但在国家队，回到皇马的莫德里奇也没有上个赛季的惊艳表现，皇马7场比赛只有1场赢球，莫德里奇低迷不说，在场上还毫无表现。西甲10轮比赛只有区区1次助攻，欧冠赛场也只有1次助攻，世界杯回来他仿佛失去了尾柄能力，外界习惯性把球队失利甩锅给前锋。克罗地亚0-6输给了西班牙是满足基奇缺席，皇马战绩不佳德比输球是 C 罗不在，但是当赢球了就说是中场大师卫炳喂的好，没有摩迪的卫炳哪来的进球。更有球迷口出狂言说有莫德里奇在中场指挥就是条狗都能进球。真的是这样吗？看过比赛的人都知道，克罗地亚能在世界杯上大放异彩并非真有那个实力，而是运气好，而且曼朱基奇起了很大的作用，而皇马能取得历史性的欧冠三连胜， C 罗绝对是作用最大的，他用连续3年的欧冠金靴力保皇马夺冠。国家队与俱乐部的比赛足以证明，作为中场球员，莫德里奇从来都不是能决定比赛的人，他的低迷无疑衬托了 C 罗的伟大。与莫德里奇神奇不再相比，C 罗与满朱基奇在尤文可谓是混得风生水起，各项比赛加起来已经保持了13场不败。在对阵恩波利时， C 罗不但梅开二度逆转比赛，并打入了一个世界波。在意甲， C 罗已经取得了7个进球4次助攻，是队内最佳射手，也是联赛射手榜2名。今年的金球奖还剩下不到2周的时间，莫德里奇的低迷让 C 罗看到了自己第6座金球的希望。他在接受法国足球的专访，在谈到金球奖表示自己并没有太痴迷这个奖，不过我认为自己配得上这个奖。随着国家德比的溃败，莫德里奇也失去了证明自己的机会。低迷的世界足球先生，现在的你拿什么与 C 罗争夺金球奖？